这一次俊谷是来到贵州的金沙县哦，这里是叫做鹿仔楼村。在这个村庄里面呢，有一座非常巨大的古墓群哦。它不仅规模宏大，而且呢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古墓群。但是呢，这个墓主人的故事啊却有些凄惨。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墓群呢是被这个铁栏给围起来了啊，现在是在保护当中。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个墓群呢是依山而建，逐级升高。它整个墓围啊大概是有1000平方米左右，它是分为北墓群和南墓群两座啊。这南北两座古墓群呢，分别是建于清光绪的24年和31年，也就是公元1898年和1905年，是敖正科子孙三代的墓地。这两座古墓群呢，都是由迎门、栏山、侧壁、后照壁、墙垣连接为合，总共是有牌坊五座，石群冢五座，牌坊高啊大概是3.5米到5米，宽呢大概是2.5到3.2米不等。可以看到这座古墓群上面的每个部件上啊，都刻有不同书体的书法，以及圆雕、透雕、浮雕、镂刻装饰图案1000余幅，手法非常的细腻。雕工啊，非常的精湛，堪称石刻艺术瑰宝。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古墓群呢，是属于敖正科祖孙三代的哦。我们先从他的父辈敖志国说起。敖志国的出身呢，也是非常的贫寒哦。一开始呢，他是做上了一些小本生意，但是呢，惨淡经营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啊，生意呢也是逐渐越做越好哦。后来呢，家庭呢就慢慢富裕了起来。后面就由他的儿子敖正科接班了，他将生意啊逐渐越做越好哦，就成为了一方巨绅。可惜好景不长哦，他的儿子哦敖不坤，在25岁的时候呢，就得了这个痘症哦。这个痘症呢，就是指这个皮肤上面呢会有很多水泡这样子的一种传染病哦，就死掉了。2年后啊，敖正科一来呢是因为自己伤心过度，二来呢加上自己啊也是患上了腹泻哦，就是又吐又拉，所以啊两父子呢就是这样子相继去世了。这么大的家族啊就这样子绝后了。只剩下了两代遗孀，也就是敖正科的老婆还有他的儿媳。敖正科父子去世之后啊，他们家族的生意啊就变得越来越惨淡了、哦、所以两代遗孀啊就只能变卖家中的田产，在1898年的时候呢就修建成了北墓群。但这个故事还没完哦，在这个北墓群啊修好不到10年时间哦，这两代遗孀呢又相继去世了。这个敖氏族人呢、啊，就非常怜悯他们家中的境遇啊，所以呢，就遵照了这两代遗孀的遗愿呢、啊，将他们家中剩余的财产呢、啊，就变卖掉了。在1905年的时候呢，就修建了这座南墓群。他们当地人呢、啊，都把这两座古墓群呢叫做掘坟哦、啊，就是因为这一个敖氏家族啊，他已经没有后代了。故事听到这里呢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他们敖氏家族啊，非常的悲惨哦、啊，但是我却觉得这里面呢、啊、是有蹊跷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呢？首先呢，这个敖正科的儿子哦，敖不坤是得病去世的。2年之后啊，他的爸爸呢也是得病去世。然后在短短的10年之内呢，
两代遗孀啊，也都走了。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呢？所以说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啊，就不好说了。因为事情呢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也没有留下什么证据哦。这个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想而已。好吧，这个就是敖氏家坟的故事。我是俊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